今天制作一个野外多功能灶台，画一个正方形口子，打个洞，再挖一个主灶，两个副灶台，再做三条无烟出口。铺上湿树叶和泥土，有利于散烟。再去看一下捕鱼装置有没有收获。鱼笼没收获，自动钓鱼装置不知道被什么东西把线给咬断了。现在我们只能去沙滩碰碰运气。哇哇，这什么鱼？那里还有一条。哇，这么多鱼！捡了这么多，看看。全部都是伤口，难道这里有鲨鱼？不管这么多，开始烹饪。这个灶台是一个无烟灶，俗称散烟灶。副灶台保存食物，主灶台烹饪食物。这个副灶台煮鱼汤，烹饪的时候赶紧上人性签到，注册就能拿到我专门给大家准备的专属 VIP 福利，神兵仙气通通到手，秒当大哥，轻松升级，把红包拿到手。点左下角链接就能下载，说不定还能遇到热心小姐姐来营救我。哇，熟了！再来一口鲜美的鱼汤。